是跟法国设计师，叫啥？太好了，就是。对，拿这个照片对。哦，我也不是很懂这种事情。我想说是送他的结婚礼，不是不是啊，送红色吧，请问。我说他有限制。你买太多的时候，你给你2800，我有一次机会吧，还把我的网上了。对啊，所以他今天就买了衣服。嗯。为什么？因为应该是别人，你知道吗？花我刚那么多算下，我现在加了差不多就能半年的油钱。你终于买绿皮了吧？没有。他拿包好不容易拿出来一个包。我不知道，我就想我没进去，我想问一下。我也不知道。我看我的微信群里面到底太多人家一直在发，我就应该去试一试。叫人来，到时候帮你买一下。我要不要我帮你问？